然后今天呢，其实有一点是梦想成真的感觉，因为呢，我请到了一个韩国人去为我拍摄这个 MV。然后我自己其实很喜欢韩剧的，然后我常常幻想自己是韩剧里面的女主角。然后啊，现在就终于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其实是讲述一个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呢，被男方呢就是冷落，然后她感到很伤心，所以呢，她就不断跟自己的内心去说话，去说啊，你要好好爱自己啊，这样。然后她最后呢是成功的，她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，然后离开这个男生。然后我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再一次和舒文监制还有林月玲老师去一起合作。然后其实我第一次收到林月玲老师他的词的时候呢，我是自己有点惊讶的，因为他里面有一点歌词呢是讲述到我上一年的一些经历，然后把他的涌入和一个爱情故事里面。所以呢，我自己很希望这首歌呢可以勉励所有的朋友，在爱情里面或者是其他方面，就算遇到受伤或者是挫折都不用怕，然后好好爱自己就是重点。